这只猫看起来很可疑，可能是酷狗象派来的间谍。疾风音，疾风音又来了，开门啊。是谁？暗号。我是大蒙牛，我哪知道什么暗号，这里什么时候装了扇门？快开门呐、这是疾风音新安装的安全门，还加了18道锁。疾风音，你太夸张了，为了加强我们基地的安全，这是基本措施。电器用品也要小心，可能被装了监听设备。应该不会吧。马戏团驯狮秀将于今天开始。海蓝龟，看到没？看到什么？刚才电视上拍到了酷狗象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哎呀，疾风音，别疑神疑鬼的。才不是疑神疑鬼。快呀，星宝，我们快去捉酷狗象。疾风音，这……好，你们不信我，我自己去查。疾风音。哼，星宝那家伙，身为队长还那么大意。啊！果然是酷狗虾。你们吧、这些人类虐待动物，是不是很残忍？我要夺取这个文明，让人类不能再虐待动物。好。可是大哥，那到底是什么文明？这个……大哥，不好了！快跑！你们别跑！救命啊！今天要把你们一网打尽！快躲起来！这下安全了。这下你可抓不到我们了吧？你们，稳住！不要激动。疾风音在怕我们。你来打我呀！前辈的救命啊！不行，锁住了。让我试试。开了，开了！我不好吃的。冷静下来，一定有办法的。看这个，那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这个了。文明芯片完成。快合成文明兽！文明转换启动，文明兽启动。蛮文明兽出击！酷狗象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新兽形态启动！
躲得厉害。跑哪儿去了？嘿嘿，我在这里。发生了什么？是啊，门怎么不见了？门都不见了。门呢？门呢？这是怎么去哪里了？门发生大脏乱。大家动作快！这么危急的时候，解放军跑去哪儿了？先分头行动吧，海兰龟，维修损坏车辆。大魔牛，赶往马戏团救援。是，我和伟吉去异空间，行动。是，西蒙。异空间入口就在这里。让我来打开它。什么？再见了，小鸟。糟糕，冻过了。吉福音，你没事吧？我不需要你的帮忙，反正你也不相信我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只是……金风印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跑出去后，星宝一直在找你。喂，你们聊够了没？好戏现在才开始。他怎么这么跑出来？哇！没想到驯兽师居然是机器人，太棒了，太精彩了！门怎么消失了？门消失了！抢劫啊！什么什么？别想跑！警告警觉，没时间了。吉布音，别轻举妄动。哼，畏手畏脚，如何应战？吉布音，小心！星宝，星宝，疾风天舞！大机器人加油！成员自己打成一团，太好玩了！警报受伤了，这下胜利是我们的了！开招！开招！开招！别想逃，季风衣，别冲动！酷狗象躲到哪儿了？好险！小心后面！什么？应该是这扇。他们反应实在太慢了。金风鹰，信宝，是
时间不多了。季风衣，我们得找出文明兽躲藏的门，是你发挥侦察力的时候了。来抓我呀！快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一样。星宝，我知道了，文明兽能穿越的门是有影子的。找到了。伤到人，计划很成功呢。是，星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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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了。星宝，你终于醒了。都是季风衣不好，谁让他不肯和星宝合作？危机，不要怪季风鹰。